再摇了。摇一下。要向上。没有，只有买完票发给大家之后，我们要做到五十，现在是五十九楼，做到五十九。没有我们一零一高，一零一要八十五楼嘛，但是也是蛮好玩，因为它这也是全日本最高的大楼展望台，不是塔楼，晴空塔是比较高，但是是大楼展望台是最高的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十六，好高哦！好，来，好，我走了。